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哦。今天来的话最后一个，然后我就把上六 S 的视频给补完，然后就算是结束了。那我提前下了几张图，就是那个首先是它的一个测试，对吧？测试以后，然后再下了一个就是这个细节，这种细节啊，反正就是对，还是这样子。那这次其实它这个型有点怎么说？有点偷懒，就像那个 electric kettle 直接给它那个反过来了。然后尺寸的话，我找了一个，就是这个啊，反正你们随便淘宝找都有啊，就这个2481的一个高度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就还是一样，先开始画。那刚刚看到166，我们就对166，166，然后打一下勾。好，那这个正是我们有了，对吧？然后再到这个 front plane，然后我们哎。然后退出草图 front plane，对，我们需要植入我们刚刚下载的一个，那个对，这个，Ctrl 加吧，哎，我去，edit sketch plane top plane 啊，对啊，好，那我们再来，我们来 front plane，对啊，front plane 应该是对的啊，刚刚我哪里点错了？OK，选一下这个吧。啊，这就对了，真心奇怪，我说这个玩意。好，那我们通过这样子缩放啊，反正这个，反正你们就 PS 弄到差不多一个大小就 OK 了，这样子一个情况。那差点没看到上面这个环。好，那就大概是，反正没办法完全精准了，这个东西一拍一下它就注定是那个有点。对，有点不是很准的这样子一个情况。好，然后再下来我们就来一个 top plane，我们一样，我们需要生成一个多的那个基准面。反过来，哎，我的输入法的 offset，我们可以在180对吧？180，我们给它190吧。好，190那差不多，190差不多以后来，我们去设定一个草图啊。草图的话就这样子，先打一下，不对，草图的话是这样，那一个我们是一个方形的。好，那这样子设定以后，我们这四个一样的，哎，我点了这个点，好吧，我要重新选。好，OK 了以后，然后我看一下啊，好，可以再大一点，114，看一下。啊，110，看起来，行，差不多，大概差不多，因为也不可能太，或者你可以120，其实应该120有点太大啊，也行吧，行吧，就这样吧。然后因为等会还要再拉那个，就是拉伸那个，就小小的那个，对啊。然后这个曲线在倒，还 OK，120，120还是 OK 的。然后再下来我们倒。导一下一个，对，20，这里我们还是一样给20吧。好，20以后我们给它一个环形阵列，打勾，然后剪掉。好，然后再导一下圆角，这一次10肯定不够了，40。好，打勾。然后这个 OK 了以后，对吧？我们就把四条边给画了。反正 Smart 这个型掌握了以后，并不难画。然后这个 plane 我们可以把它给隐藏掉，再下来的这个我们也可以先把这个给隐藏啊，这个草图啊，因为现在不是很影响，你也可以把它删掉，但我不知道等会要不要用这样子，不是，还要，不对不对，难道怎么了？哦，没事没事，
还是要那个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要那个，对，忘记了，果然是要用，Ctrl 加八。然后我刚刚是想它很花，我看不清，现在没办法。好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我们需要，因为需要这样，它是折斜，那我们还是有点直的吧，因为它这个是开模角度，开模就这样子斜下来，那我们不管它，我们这样画，可以吧？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对吧？还是哎，这样，好，然后就这样子再选一下，对，就一条直线再加一个线，那个进行一个辅助，然后这个点跟这个 piece，这个跟这个我们也是一个 piece。看到点里面点那条，his，对，然后呢，再下来就是对这个东西，好，那这样子就算是 OK 了。我们可以这里这样子设定一下一个长度，比如说这里一个点，我们给它一个30啊，30，那哎。就通过这样子去把它限时，但其实重不是很大，因为还有曲率的事情问题。然后30和13吧，30、13以后，然后这个长度我们就给它一个80啊，30、13、80，那通过这样子去定义它啊，然后我们退出，那就 OK 了。那这时候应该是好，然后再下来我们需要那个再来。前四再来画一遍，一样，那一个是这样子，然后再来一条自由曲线，这样，然后这个点选择这条线，点对线了，记得，然后也是一样，点对线也是 piece，两边 piece 以后，对，80。然后这里给一个30，30这里再给一个13，好，然后这里我们再给它一个垂直，垂直其实这给垂直就等于说跟上面那个已经是 tangent 的一个状态了，然后你可以通过这样子去定义呗，但是不要动里面那个箭头，动那个箭头那曲率又不一样了，所以真的，一条曲线它是非常难去给它一个做一个怎么讲？一个绝对性的一个定制这样子，然后对这样子也是一样。好，选一下这个箭头垂直，一样给它进行一个标注，80。怎么回事？OK。没有问题，好吧。然后这条曲线我们跟这条进行一个 piece，然后已经定义好了。然后再下来，这条线我们跟这个 piece，好，然后这样子下来，这边我们给了一个垂直嘛，这边我们顺便给一个垂直吧。好，垂直以后这里再给一个30。30，这里再给一个13，好，那这样子算是另外一边完成了。然后我们再画那个另外一边啊，我们做一下吧。这边也是。那个是一样，给它个 piece。然后这里这两条也是给它个 piece。好，然后这里下来我们就降80以后，这里给它个30。
十三。好，那这样子算是 OK 了啊。这 loft 的行车其实啊，对，就是每次搭线很麻烦，就是其实 vinyl 上面这一点，其实这个也是很麻烦，就即使是 vinyl 我都觉得很麻烦，就比如说 Sonyverse 那就更麻烦了，真的。那四个好，这样子一个型我们算是有了。那有了以后，这次是真的要直接抽壳了，我需要看一下。对，那肯定还是要直接抽壳了，这样子。那直接抽壳的话，我们就对，整体来讲的话，我看一下啊，先把下面那个画吧，等会这个还要分割，那我们还是要拆了好几个文件的画。好，那就这样子，我 sketch 以后，对，把这个面给拿了，零，打勾，拉伸。我估计也是二十了，会给一个，二十应该够了吧，差不多，二十五，怎么这次看我觉得是二十五了？你说这个形体的东西，行吧，二十五，二十五，然后反正它也是一半一半，那就一半一半吧。不要 match resource， 我肯定 match 那个，不用想了，这个对。像这种零件啊，记得不要 match resource， 像我这种就经常犯这种错误啊。但我自己画其实还好，因为现在还要画一边讲，然后就相对来讲比较对啊，比较没那么啊。好，那一个我们再下来啊，对 ，front train， 我们去画一个草图一样。然后这个我看一下啊，好，反正也还是一样这么画。那这里是四个圆角，它四个圆角呢相对翘出一点，行，那就这样。哎，好吧，这个这样子，超过这个位置去开始错开吧，那就给它一个。OK， 再来一下。好，然后就对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我看一下这两边的长度是多少。等一下，要不就啊，简单这样子。one piece， 那就啊 ，constant， 然后这个也是，那这个地方我们给它一个对，然后这个线我们这样子。有时候用方便一点的做法会比较好一点啊，十二吧，因为它12.5，因为它正中间嘛，那正它好像说的都是这样子中分，那我们就按照它中分。好，再下来这里给一个完整一点角度，我们给一个70，这边也是给一个70。然后这里我们给一个20吧。好，然后这样子就算是 OK 了，然后，哎，点错，这个才对，对，减法，减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，打一下勾，打一下勾以后，对，我们需要那个，我们需要那个先给它进行环形阵列，再看一下这个尺寸大小等等的问题。那这时候前提上需要再做一件事情，对，我们需要把那个 fitting sketch 的那个中轴给画出来，看一下，好，那就这样子一个中轴，好，接下来就对了 ，OK， 然后对，这样子，这个环形阵列，这个 feature 就这个操作，我们需要把它进行环形阵列啊，进行四个，然后哎，四个出来还是挺 OK 的。那四个看起来还行，宽宽的这样子。好，那个我们就开始那个倒角吧。然后倒这个角应该大一点，我们给它一个15吧。15。那这个
在下来岛下面的这个。这个，看一下啊，这样子应该，哦，可以再大一点，这么看应该再大一点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啊，这样子吧，十八。好，那这样子下面我们算是已经完成了，对吧？有一个这样子的心，然后再下来呢，我们就需要，对，我们需要去导入一下我们的一个前视图，这样子，sketch， 对，然后一个 farm plane， 前视，拿一下这个，那前视有了以后，我们插入一下图片吧 ，sketch terms，sketch picture。前是我们需要把那个对这个部分给裁下来，我们需要这么做，反正大概就可以了，我们不需要说很精准，因为对这个尺寸你本身也是要画的，主要是应该可以吧，这样好，大概这样子吧，打勾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给，然后先把这个 body 给隐藏一下，我们先好，前视已经有了以后，对吧？那我们这样子宽度加八，我们呢就把这个块对，这样子，我们就这样正中间嘛，反正就是正中间，反正它这个圆我不管它啊，这个圆形大概这样吧，我们给它一个，反正我们还是一样会给它一个标准值啊，然后这个我们只要取这个圆形而已，然后这个位置大概这样子。这样，反正保证它是一个平的竖的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，好，这个也是。好，两边反正就先给它一个平行吧，好 linear， 然后我们这样子。十，看一下，十肯定不够了，那可能那要二十了，这样。那二十 ，OK， 那还是哎，这个圆形走位了。这个位置我们还是需要这样子。哎，不，怎么会放大呢？对吧？我们这个圆形还是要给它一个定义。这个圆的距离它怎么会倾斜掉？问问啊，先删掉一下，70肯定太大，再给它一个60。好，60以后就这样。好，那把这个先继续给隐藏回来先。还是需要把一个中轴给画一下。这个圆心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对，完全对齐哈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那这个线你们也可以给它继续一个标注，这样子。那把剩下的给画完，反正这个画上面这个画出去也没有关系。60、70，好，然后一样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body 给隐藏看看。OK， 那我们这时候可以这样子去给它一个圆心的一个定义。这一块我看一下，20，20，对，
好像绝对定义完了啊，我也不想动了，行吧，就这样子算了 ，OK， show Sonic Body， 也行吧，这样子反正还也 OK， 然后这个就搞定了，然后我们储存一下，然后储存完就是对 YouTube 对。我还在适应一个新的这个界面，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是搅拌机，这次真的，因为上次崩了一次了，我就开始慢慢也把那个，应该是这个吧，搅拌机，哦不，不对不对，不是 Bender， 对，那一个对 ，Critters Juicer 才对 ，Safe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拉伸拉出来先，然后那一个不要 mesh result 出哦，左右两边啊，没还没学习哦哦，哦对了，懂了，我这个草图没有剪好，没注意到。那就 OK 了，这样子，往下勾，好，两边 full all， 哎 ，full all both， 啊，没有 both 是吧？行吧，那就 direction two 也是 full all 呗，两边，然后不要 match results， 对 ，OK。然后这时候我们把另这边，对，我们这边已经储存过了，也是一样，一二三，对，我先麻烦啊，希望后面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吧，反正就是对，一样，insert feature combine 以后，对，我们就剪就可以了，这边只要剪就可以，另外一边是需要那个共同的啊，他们，好，哦。很抱歉出问题，对，因为只有前面，好，我了解了，这那这样子哈，我们这一个我们需要还需要再加一个部分，我们先把这个给删掉，有时候话有时候想真的啊，对，没想到那么清楚啊，好，那个我们先回来一下 front plane， 好像 front plane 它是正中的嘛，对吧，就简单咯，就只要画个方形的小块，哎，换回去，在这个就可以了。剪掉，把多的那个部分剪掉就好了。好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然后我们再把它那个好。Ctrl S， 然后这边一二三，对，再下来对 ，insert feature combine， 然后一减二，好，搞定。然后一减二搞定以后，我们先这样子储存一下，再把另外一个文件给打开。啊，每次就晚上才有时间录视频的，哎呀，真的是。然后再下，啊，如果有人跟我一起录就好了。就是说我意思是那个，就是可以是说，比如说我录某一个部分，他录某一个部分这样子。OK， 那这个不要，那打下勾。好，那这个东西我们就算是完成了，完成了以后对吧，我们就先这样子储存一下，到时候我们到另外一边我再进行一个编辑，那另外一个这个我们这样子放进来，对 yes， 对，好，打叉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这时候记得 save all，好，那这时候关掉一下，
对，这个扔掉。我通常我喜欢这样子做。好，那再回来，房里面看到我那个下面的那个开始的工具栏啊，我通常这么画。好，那我再说回去。好，那这时候这个我们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外环吧，可以吧？那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外环。那就这个，我们先把不是整个双立玻璃给那一个，我们先把这个给隐藏一下。好，那这个部分我们先给它一个抽壳，可以吧？一、二、三四啊，然后给它一个二。不行吗？哎，没有关系，还能这样子。我们可以这么抽也可以。好，那个被可以抽壳以后，对，我们就再把这块给剪掉呗，再把多一个。反正不行，我们用别的方法。有时候如果真的你没法做那个绝对定义的那个，对，那个的话，我觉得就反正总有别的方法嘛，对吧？这一个跟这个的话，tangent，对，然后再这样子，我们把这个给剪掉呗。不用剪很多，就剪刚刚好就可以啊，这样子。反正剪超过它一点就可以，所以一开始为什么用直线有原因的。那当然工程不会这么画，但是你设计这么画没有任何问题啊，说实话的这个。然后这一块的话就这样子，反正这个里面一些小挖槽不用管它啊，因为你到时候你还会在里面再补东西这样子。然后这一块的话，这个厚度我们需要给它厚一点这样子，再给一个三，给一个五吧，因为我刚看到里面还有一个，对，里面还有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很多。好，那这个已经有了以后，对吧？那个，我先把这个给隐藏一下。好，那这个有了以后啊，其实也不用，这个也不用那么剪，直接先把这个给隐藏一下，对。然后隐藏以后，直接在这个面上面进行一个剪圆心就可以了，倒是不用那么麻烦。怎没有想到？有时候对 reverse，然后减法，再这样。好，然后再下来前视图的这一块 forms 这一块的话，我们也需要去剪，然后 sketch。然后这块我们一样，rest 对，这一块反过来这边打勾，好，那这样子算是这个圈什么我们也有了，对吧？这时候可以进行小导一下圆角这样子啊，我们可以导一个小小的，导个十也可以，导个什么都可以啊。好，那这时候就算是上下我们都有了，对吧？这个画起来好像比较快，对，因为它的确没那么难，主要是难的我都放在前面画了，免得画太累，后面画的。你们现在画的时候，如果你们觉得很顺，那就对了，因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。好，然后这样子，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这样子啊。然后你说你没有卡孔什么？说实话吧，这个东西你要画可以把它画下去，我觉得没关系。但是对，就是你可以这里再画一个小卡榫这样子，但反正。都可以啊，这个东西就是你说你要说再画的多细啊，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去自行调整，对吧？我就不干这个事情了。然后这个给一个三，这一边也是给一个三，你当然可以两条啊，看来不用。然后这里我们给它一个五，这里我们先把这条线给剪掉。然后这一块。好，给一个五以后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我们也给它一个三，就对，三，反正就这样子。
然后这么转一圈的时候，对吧？当然其实它没有那么厚，但因为我也不知道内壁多厚，而且正常画也不会像我这么画。反正我们照那个吧，反正你用厚一点也没什么关系了，我觉得。再下来我们把这个厚度给也给弄一下吧，对吧？哎呀，醉了醉了，再来一遍。对吧？然后这里多余的线一样给它剪掉，剪掉，剪掉啊！然后剪掉以后，对吧？这两条线我们希望给它一个同心圆啊。然后这个部分我们这样子，从这里给它一个限制，这里给一个三。反正在你渲染图上面不会有任何影响，这个我保证啊。这个还是保证的啊，然后好，这个 OK 了以后，不要 match result， 中心轴我们选择这条，对，转一个圈那就 OK 了。然后这个搞定了以后，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对，就是马上把它给隐藏掉，再把下面的这个给露出来啊。然后再下来的话，就是我要回去看一下这个细节啊。然后这个反正它里面有这个内挡这样子。这个内挡我看一下哦，它是外围这块对吧？反正也是这么遮住是吧？那我们就照它这个呗。照这个的话，反正它这里肯定是圆的，你这里不用想着它方，然后渐变，冲压起来不会那么，就是不会那么复杂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我们就照它这样画，好吧？我们先画，我看一下这个部分。按着这个圆的话，嘿，那就从一个 front view 吧，也是一样， front view 也是一样，我们把这个给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给隐藏一下，就是一边隐藏一边的一个，这样子画会比较好一点。对，这个上面一点点可以，那就开始 sketch from 这一个，反正就是。它里面也是，我先从这边画吧，然后这里一条斜的对吧？斜的以后就是一个平的，它是最后再剪掉的，我肯定是，所以一开始画好这样子一个线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这里再剪掉，应该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 OK。好。然后再下来呢，我们就把下面的这个，我们这里的话就，因为我们刚刚这里壁后设一个五嘛，对吧？那怎么样保证它不会撞？就很简单，我们就这个地方跟这条线，对吧？我们给它一个四，给它个四就 OK 了。然后这给一个四的时候，这里要给它个数值标注。那我刚看也不是很高，那我们给它一个五，对吧？五的话，反正也还 OK。然后这个部分我们给它一个垂直吧，再下来给它一个对，因为等一下，这个我是要想标45度角度，对，45度角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它这看起来也挺宽的，那我们可以给一个八。这边的话再给一个数值，给一个150。然后它这个反正高一点，反正就到这里中间，那就简单了。我们就这个和这个，我们不用给很多哈，因为这个的话反正就是给一个。它这个最后再剪，反正就有一半就这里，对，差不多这个位置。那我们这一个给它一个40吧，好，先把它拉下来，反正拉下来就可以了啊，这样子拉下来就 OK 了。再下来我们需要这一个，对吧？我们需要给这个长度的，这个长度这个、高度我们给它一个30吧。30以后这里跟这条对吧，两条
Convenient， 对，那这样子一转一圈，然后再把它合并，那就算是 OK 了。转一下，中心轴这里，啊，打勾。打勾以后，对，我们现在有这样子一个面了，对吧？能看到吧？然后有看到这个面的时候，那这是我们还要再做什么呢？我们就需要这样子，从一个前视，对吧？前视以后，对，sketch，然后需要这样子，也是一样。offset，我们需要找这条线，对，这次不用五了，零就可以了，零打勾。这一次呀，直接这么拉上去，对吧？因这里也要，因为我们这有一个曲线，对吧？打勾，再来，奇怪，三，哎呀，手贱，很抱歉。好，两条，一条一条来，对，一条一条来啊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，然后这里再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算是 OK 了，我们就把这个给剪掉。就 OK 了，这样。那这样子算是你看这些曲面都有了，那你们想倒角可以进行一个倒角，对吧？那我一样，我就不去倒了哈。我就对，因为你们我从外面看，我只看到这样子。那剩下你们倒角可以继续倒这样子，我就对，然后把下面这个，因为倒角真的有时候费时间，而且很容易弄得很卡。你看这里，反正里面外面都没撞，好，里面肯定是有点小撞，但我们后外观不影响啊。然后再下来时候，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小箭头，我真的这个结构我真的不知道啊。然后我就画了这个底，那这个底盘这个洞吧，这个小洞下面，对这个小洞的话，然后就我们就画一个这样子的小盘，然后就对小盘吧，就画一个这样子的。